这边我们来实战一把祭司的新时装。话说这时装真的挺好看的，如果身上的泡泡特效再明显一点的话，可以达到一个精品的效果。这把是速闪的话，最好是先打一个逃生洞，免得到时候丢脸的时候走不了。如果非要说什么缺点的话，可能就是那个头发有点像硅胶，有比较生硬。在这里吗，小姐？走了，大部还在这里。小赤刀。没事。我们这边可以打洞不钻过去了。啊，钻了，那可能是打得不到位。等会儿再给你们重新打一个不用钻过去的洞。这九州还会有一个渐变的效果。这看看救不了了，得我去救了。你有种给我挂！我哎呦，完了，被通缉了！告辞！他传送的吗？是要打的，你摸多少了？祭司这时装挺好看的。然后我们一起打团。头上还会冒泡泡哎。脚的话是穿了丝袜吗？看不到脚丫子。这模效果挺好的。你们两个在保吗？有点像人头的。我想去遛鬼的。牛马活了，摸多少了？没有注意了，怎么这么多呢？他要过了，那我去救吧。让他下，你说呢？我去摸你也行。快接洞呀！他被追了，这也没事呀，我又不过去，去把那个水摸起来。嘿，要打团了，要丢伞了。这他全坑没了，海边跟人皇，海边那台快开了，他传送的，海边那台快开了，你去补一下。
该还剩一台，耳边那台修挺多的，看他没自己，看他没自己吗？他要中场，你看他们绕过去，哎，快修好了，两台都修好了，快修好了。海就剩海边台了，海边那台修了很多了，他交资起了。你们去把海边补了，我这台架好了。他现在补，我也过去。他走了。比较在中场。他传送了。我去那个大门去了。他可能会丢伞呢。什么技能吗？有两个猴子要丢吗？怎么说？我只能出去了。你能走吗？还没自己了。